周老弟，现在只有你我两个人，如果你放过，日后定当厚报。还有，你要考虑清楚，不管是你杀了我，还是把我带回去，对于你来讲没有任何好处。 没白叫你这个兄弟。行了，赶紧走吧。里面子弹打完了，进去抓人。 原来是你呀，碧秋，7年不见，你怎么会在苏州啊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想约我的话，可以自己来找我呀，何必带这么多人大动干戈的？又是枪又是炮的，你想吓死我？啊？你说什么呢？哦，你是不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不好意思承认啊？ 你非要让我把咱们俩那些事儿全都抖出来吗？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有什么话局里说去。碧秋，你怎么能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？你这样对我也太无情了吧！快点把他带走。别碰我，我自己会走。无情。 何云少佐。 队长，队长，扎夫你抓到了。快说来，是。严碧秋，既已供胆要犯，私下里相识，看起来关系还不一般。现在我明白了他为什么对我封锁青蛇计划，这个人不可信任。 大哥，你们抓错人了，不是我，真不是扎富鼎啊！走，哎，扎老板，哎呀，久仰久仰啊！没想到你这个苏州名流，我们会在这里用这种方式谋面。<笑>这位老板，你们搞错了，我不叫扎富鼎，我是于二斗，你们抓错人了。<笑>看来。 扎老板是入错行了，你要是在戏班子里，一定是个名角。红牌，照片里的人是谁啊？不是你是谁？真不是我呀！你说我跳进黄河，我都洗不清。别废话，带走，走，去哪儿啊？这。 这是去哪儿啊？这是，等一下，你弟，费功夫，黄嫂，看我给你带什么了。 啊！血！你说，畜生！放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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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终于他妈找到你了！你
你杀了方子，杀了福生，今天我要弄死你！哎呀！啊！你姥姥的！啊！啊！ 侯爷少佐，您没事吧？范总是谁？刚才那个可能是他的女人吧？您可能杀死了他的女人。他的女人不是刚才那个吗？列才那个可能是他的小老婆。在哪杀过他的女人？哎，侯爷少佐，您就别费心思了。您在中国杀了那么多女人，一时半会儿的也想不起来。你什么意思？ 我没别的意思，就是这种烂人的话，您就别放在心上。对不起，放下。不是这么贵就来了？这是有的，不能理解。受不了。又。 这就坏了，丈夫你们带走了。这下完了，这小子被日本人抓走了，龙爷那儿我怎么交代？这小子的账全部落在我头上了。快带走，侯爷少佐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 你为何如此捉弄我们？多年不见，你竟然成了共产党！这位是扎福鼎的助理，扎福鼎对外宣称是他的未婚妻，他叫林红。吃饭。 接下来我们怎么办？回去吗？先回去。今天晚上找机会来谈一谈这对男女的底细。可是我觉得你今天不太对劲儿。有吗？你认识那个女工的？不认识，从来没有见过。走吧。 Thank you.
扎太太吧？啊，我不是扎太太，我是他的助理。什么助理不助理的？他住人家里头了，那跟扎福鼎肯定得有点事儿。我警告你，别乱说话。<笑>乱说话，像长你们这样的吧，都靠脸蛋吃饭。其实吧，有的时候当个姨太太挺好。真的。 你说我误打误撞进了你们家，被他们误打误撞的给抓了起来，是不是很冤枉？这事儿你很清楚啊，你跟他们解释解释，把我给放了不就行了？是不是？啊？你怎么长得跟他一模一样？不是，这事能怪我吗？我愿意跟他长得一样啊。你放心吧，这件事到时候会弄清楚的。到时候是什么时候？你赶紧给人家解释清楚得了。 哎，二位大哥，你们赶紧把车停下来，听他跟你解释解释。你们抓错人了，快点放我走！闭嘴，不许说话！你说你这女人吧，你跟日本人有多大的仇恨啊？这把我给打的，差点没把我打死。我说话不许说话。不说。哎，倒霉催的，长得像谁不行，非像扎夫。 他犯多大事儿啊！五毛。 五毛，谁？少爷，少爷，你回来！这是怎么了？他们把你给放出来了。什么？被放出来了？你和林小姐都被他们抓走了，我亲眼看见的。<笑>我什么时候被人抓走了？你是被吓傻了，还是被那些日本人给打糊涂了？ 五毛，你这样，你慢慢说，刚才都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一五一十的跟我说。你刚才去商行的时候告诉我，等林小姐回来之后，让她到商行去找您，一刻也不能停。对啊。可是您走了之后，没多大一会儿，您又回来了。我又回来了。是啊，您回来之后，让我把林小姐的房门打开。 就让我下楼了。后来林小姐回来了，她上楼之后，日本人特务警察都来了，把咱们这个房子给包围了。林小姐就在这儿开了枪，打打杀杀的，死了好多人呢。再后来，你和林小姐就被他们给抓走了。行了行了，吴妈，别哭了，我明白了。这样。 你赶紧去收拾行李，赶紧走，快点！少爷，这是为什么呀？我跟你说不清楚，快点去收拾行李，我也得走，快点！少爷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五妈，你放心吧，我肯定没事，快去收拾行李，先回老家，快去！少爷，你千万要小心呐！哎呀，行行行行行了，快去吧，快去！来人呐！ 这个犯人我要单独审问，不要让任何人进来。是。
柳英，你还认识我？我以为你早就把我忘了呢。现在就你我二人，没必要再演戏了。你叫我柳英，嗯，那我应该称呼你什么？你现在是为日本人效力，是不是连姓也改了呀？那我应该称呼你为？ 井上、井下，还是也叫你河原呢？你心里怎么想，我管不着，但我心里清楚。反正我没做过对不起党国的事。你对得起对不起谁，跟我没有关系。说吧，这么晚来找我有什么事儿？柳英啊。 我念咱们是旧相识，过来跟你说一声，你共党的身份已经被确认了，抵赖是没有用的，抵赖只能换回皮肉之苦。像你这样的女人，刑具会彻底摧毁你的美貌。我应该把你这句话看作是旧相识的好心提醒。 还是提审前行刑者的诱导。哼！不过你是不是共党，只需要五言必求的一句话，说你是你就是，说你不是你就不是。没想到吧？七年后的今天，你的命运掌握在我的手里。 那个时候真年轻，之所以年轻，所以会犯错误，到现在为止还在犯错。你犯什么错误？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不能变得单纯一点吗？没有阶级，没有地位区分。 还能像七年前一样，只有男人和女人，还能够回到那个单纯的年代。七年前？不是你说什么呢？我听不懂啊。你真的听不懂吗？看来七年前，那个跑那么远的地方去给我买冰棍的小男孩已经不见了。 这个事儿，你到现在还没忘？碧秋，那个时候你不懂女人的心思，你现在还不懂吗？你说什么呢？我说的是实话呀。 七年不见，他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？他难道真的是共产党吗？北平杨茂与湘杭的抓捕行动失利了，主要原因是没想到扎福鼎的身手这么好，把咱们的兄弟给打伤了，然后就跑了。这次行动主要是我负责，请局长责罚。不对啊，这扎福鼎已经被严队长缉拿归案了，而且。 还有那个叫林红的女人，两人都已经收监了。还有林红？对，不能吧？不是，他们在哪儿被抓的？扎福鼎的别墅。这就怪了，扎福鼎明明是在商行啊。这就奇怪了啊！你跟严队长是同时行动的，扎福鼎绝对不可能在商行。难道扎福鼎会是分身术？还是有两个扎福鼎？邹队长。 不要跟我编故事了，局长，您就是给我两个脑袋，我也不敢跟您编故事啊。我明白了，肯定是扎福鼎把咱们兄弟打伤之后逃跑，没地方去，又回了别墅，这才让严队长给抓住了。
你这个解释好像还说得过去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反正这个人已经被我们抓到了。你和严队长连夜审讯，一定要把中共江南地下情报网一网打尽。是。那局长，我先出去了。去吧。 刘英啊，没想到短短的几年，你居然成为中共江南联络站的头目。说，你什么时候加入的共产党？你弄错了吧？我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？我弄错了，我可有准确的情报。你要不是共产党，你开枪打我的兄弟干什么？是你们的人开枪先打的我。像我们这样的生意人，在这个乱世中，谁不得背着武器以求自保？诡辩。 你们的人一下子来了那么多，又是包围又是开枪的，谁搞得清楚是怎么回事啊？看在我们是旧相识的份上，我就实话跟你说吧，我和扎福鼎真的不是什么共产党，我们就是普普通通的生意人。生意人？哎呀，笑话，天大的笑话！好吧，你要是不相信。 你就去苏州城有头有脸的人物那儿去打听一下，扎福鼎是什么人，我林红又是什么人。我实话跟你说吧，扎福鼎的根基可稳得很，背景深着呢，你别到时候给自己惹一身麻烦。扎福鼎是什么人，我可太清楚了，不用你提醒。 嗯，你来干什么？谁让你来的？何源少佐来电话了，说一会要亲自提审那个犯人。 把扎福鼎押到审讯室，立即审讯。是。严碧琼看来是言之确凿，口口声声说扎福鼎是江南联络站的领导，可我通过这半年的接触，我从哪里也看不出，更难以相信扎福鼎是我们的同志。 几位老总，天真的完了，还没有歇息吗？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应该是警察局吧。想必你应该知道我是谁吧？对不起，怪我眼拙，我真不知道。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？那么，既然这里是警察局，那想必您是警察局长，这位是副局长吧？<笑>这个可以不知道，但是你应该知道，我们为什么抓你？也不知道。那你连自己叫什么都不知道吗？<笑>这个我知道，我叫于二斗。再说一遍，你叫什么？ 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我叫于二斗。<笑>扎老板，扎福鼎，我看你是一个大少爷，对你客气点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不是二位局长，我算想明白了，你们想要抓的不是扎福鼎啊？
那你们这是抓错人了！你们把我给绑这儿来了！赶紧给我打开吧，我是于二斗。他这架势，再给你上壶茶喽！那不用，这东西太难受了。快点，快点，我好给你们老板说清楚。查福鼎，啊，像你这样的共党，我见多了，别跟我在这装疯卖傻。 不是这位局长，我真不是查福鼎，我是于二斗，你们搞错了。哼，你们共党的伎俩也未免太低了吧？啊？这是谁？啊？查福鼎啊？那你是谁啊？于二斗啊？那这又是谁呀？查福鼎。 哎呀，老总啊，我慢慢跟您解释啊。这张照片里头的确实是查福鼎，但站在你眼前的的确是于二斗，但是长得确实是太像了。长得那么像吗？啊，这世上能有长得这么像的两个人吗？我也没弄明白，就是他为什么长得这么像我。别说你容易搞错了，我都容易搞错。那你怎么就知道这就是查福鼎？这简单啊，他穿洋装啊。那你现在穿的什么？我穿这个，我。 我这也是洋装，但我这是租的，为什么租？这事儿我只告诉一个人啊，我租这身衣服主要是想去查福鼎他们家，去拿点东西。<笑>我知道，<笑>你知道就好办了。<笑>你们这帮共产党，想象力够丰富的啊，编故事也是超一流的。 不动真格的，你是不会抢的。到，董家伙，兄弟们，少行。不是，这，不是，你听我说，这真是误会啊！我是于二斗，我真是于二斗，我不是查福鼎啊！哎哎哎，我想起一件事儿，就是有一个人能够证明。谁呀？ 就是那个查福鼎的那个女人，她能够证明我不是查福鼎。问他，哎，不如问这个。说不出，说不出。你说啊！我不是查福鼎啊！这个于二斗虽然是个小偷，但也不能让他无辜受害啊！我要告诉严碧琼，他们抓错人了，尽快让他平安出去。 二头，二头。 你说，我这回是不是完蛋了？这于二斗的债凭什么让我替他还呢？啊！说，说，说，就是。走了，你接着来。是。不说是吧？说不说？说不说呀？ 我说，不全说，停！现在说，你现在是谁啊？我的娘的，就是那葛亮的查福鼎。我没听见，大点声！查福鼎，都听见了吧？都听见没有？听见了，查福鼎。 那你说说，你们的组织？什么组织？青龙帮啊！什么他娘的青龙帮？共产党组织？查福鼎，我是。共产党，我不是。你小子弯弯绕的东西还挺多啊！接着给我打！是，别打，别打，我是。你们说我是什么都行。
我全说，那什么，你给我放下来，让我歇会儿，行吗？放下来。这儿，快把椅子。说吧，快说啊！那什么，把我打的脑子不好用了，让我歇会儿，让我琢磨琢磨。 缓缓没问题，反正今天晚上我们兄弟几个都陪着你。贺元少佐，我们正在审问你，董卓，刚刚开始。那好，我愿意起来听听吧。好，是你呀。 你他娘的！我饶了你！还动！还动！严，哎，你的鞭子是棉花做的。不是，贺元少佐，刚才他已经找我是共产党，是扎副的。我不知道现在怎么突然会这……快点，给我拉上去！是。 走龙，接着审，是。你说，你小子是不是共产党？啊！你们组织都有谁？啊！快说！你过来。 这可是你自找的，啊！不行，现在扎福鼎究竟是什么身份，我还不能确定。如果他真的是自己的同志，我就应该帮他在敌人这里拖延时间，直到他能抵达安全的地方。 要是现在就告诉敌人于二斗不是扎福鼎，那他这么快就出去了，会不会给扎福鼎带来麻烦呢？我该怎么办？哎，哎呀，像你这样的。 我见得多了，刚进来，都说自己的骨头比铁硬，没几个能坚持到最后，亮亮共党的不屈不挠就得了，干嘛要跟自己的身子骨过不去呢？什么？我不坚持了，你问什么我都说。好，说，你们的组织？什么组织啊？你的组织啊？你问我。 青龙帮就是我的组织，我没说青龙帮，我说的是共产党的组织。那青龙帮就是共产党组织？什么？青龙帮是黑道的，怎么成了共产党了呢？那些都是掩人耳目的假招子。你看那些放高利贷的，还有打手，还有在街上横冲直撞的，全都是地下送情报的。你说的是真的？真的。 我们这个组织的老大叫龙喜才，还有江世民，那都是我们组织里了不起的人物，抓去吧。我问你，那个女的是什么身份？哪个呀？和你一起抓起来的，叫林红的。那个，你说一个男的和一女的躺在一块儿，那能是什么关系啊？ 我问你的是具体的工作，什么工作不工作的？说是我助理，你看他像我助理吗？那你们的地位均等喽？有时候平起平坐，有的时候他略逊我一筹。具体的工作总得有个分工吧？两人躺一个被窝里头还分什么工啊？你小子不老实！哟，准备一下，你也准。是，走龙。
立刻对我出发！是，把那小子给我押回去。是，走。你小子够沉的啊！ 就是去哪儿？去你该去的地方。该交代的都交代了，就让我回家。回家？哼！你们这些共产党想象力就是丰富啊！回家，走吧你！回你的牢房，等死去吧！哎呦！一个小偷，他能交代什么呢？ 没有时间跟你解释，到了地方你就知道了。来，走，走，对对对对对，我把鞋穿上。走，走。轻点儿，开门，开门。什么鬼？什么鬼？ 哎，精神点！哎，什么呀？会走？走？那别推我！别推我！你干什么呀？这是？推我干嘛呀？走着呢，这不。走着呢吗？别推了！再怎么快啊？哎，这是保卫局吧？哎哎，这又怎么样？你们肯定抓错人了。 我是青龙帮的龙喜财，我要见你们局长。哎，快点！哎哎哎，干什么？进去！我告诉你，你们局长可是我的老朋友。如果你们局长知道你抓了我龙喜财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你信不信？我现在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拿着！我见你们局长。进去。 老实点啊！我要见你们于局长，去，把你们局长给我叫来。下辈子吧，走。娘，王八蛋！我见局长，去，叫你们于局长来。我跟他是老朋友，快去，把他给我叫来。原来于二斗招的是这个，他可真行。凭借扎夫顶的身手和能力。 他应该安然无恙吧？可是，这个于二斗，这里面肯定有什么问题。保卫局我没少上供，没理由抓我呀。龙爷，是不是斧头帮的人暗中勾结他们，故意陷害他们呀？ 他们可是一直想占咱们地盘的，放屁！龙爷，我的意思是，会不会是帮里的弟兄得罪了保卫局的什么人呢？你们最近得罪保卫局的人了吗？没有啊，你们得罪过没有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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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奇怪，想来想去。 也想不出抓我的理由。报告，交警，你不是人，你是个混蛋，我恨你！
深夜难眠，看来你的心事很重啊，还在想北冰洋的事吧？只是想不到柳英也加入了共产党。柳英，那个女共党不是叫林红吗？7年前在重庆，她叫柳英。你今天跟我说你们俩不认识？后来我想起来了，我们见过，但不那么熟。哦。 严队长，不管怎么说，兄弟们这一晚上也没白忙活，终于把他们给抓住了。你觉得抓那么多人有用吗？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我怀疑张福鼎根本就没说实话。我觉得您想多了。我想多了，就根本就没有站得住脚的理由。你想想，金龙帮能是共产党吗？哎呦！ 这可不好说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，起来！何院少佐，您辛苦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捉了这么多人，江南姐的肉战应该是所剩无几了。是所剩无几。严，你的亲身计划已经完成了一半，下一步就是。 抓住那些为共党提供药品和物资的商人。青蛇计划您知道了？天下没有不透气的墙。是不透风。都一样。你还真以为你的青蛇计划是绝密吗？是是是，河源少佐向来是顺风耳、千里眼。您说的对，我们继续挖出这些欺骗皇军。 给江南共党提供物资、药品的商人，这样一来，这些共党和新四军就成了断奶的孩子。对，今天通通回去休息，晚上我要亲自替身，先抓来的。是，是。哎，小心碰头。哎。 青蛇计划完了一半，想的简单。哎，什睡觉。兄弟们，都睡觉去吧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吓死我了你！哎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啊，事办利索了？利索了，都利索到警察局里去了。警察局？什么警察局啊？你坐，扎福鼎，扎少爷，被警察抓了，没费我一点事儿啊。他为什么被警察抓呀？ 听说是共产党，共产党！你小子是共产党？哎呦，这可真是天大的新闻呐！这叫什么？这叫人算不如天算。你说，扎府这以后不就是咱俩的了？不是连夜回来干什么呀？还不是告诉你让你安心吗？行了吧。 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了，那扎福鼎在苏州混了那么长时间，还能没点关系？
再说了，老爷给他那么多钱，他也不能全花在女人身上啊。那官府上上下下他也打点了，万一这回他们把他抓进去了，他再一打点放出来了，这不是白高兴了吗？这个我倒没来得及想了。那你想什么呢？我不想你了吗？我告诉你啊，那扎夫顶要回来了，你什么都甭想。行，我听你的。你这样，你回去把这件事情来龙去脉弄清楚，最好是日本人把他杀了，如果他要放出来呢，咱们就按原计划。好，你说了算。青菜喽，新鲜的青菜。有人吗？有喘气的说一声。兄弟，你别喊了，人都被抓走了。抓走了？谁抓的？昨天夜里啊，来了一群便衣和伪军，从老大带看门的，抓的是一个不剩啊。伪军抓人，知道为什么抓吗？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个院子里的人竟然都是共产党啊！都是共产党。哎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走吧！别把我也给抓了。龙爷怎么能是共产党的？这可是死罪！这回青龙帮算是完了。难道青龙帮从此以后在江湖上真的要销声匿迹吗？不行，有我貔貅在，就有青龙帮在。看来我貔貅真的是要时来运转了。你不怕死啊？哎，兄弟，以后我貔貅就是青龙帮的老大，我就是镇院的老板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关长，处长，好了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是，同志们，上级的指示下来了，核心的内容就是要我们发动一切力量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全力营救柳英同志。是是。洪水根，到。你的任务就是尽快打探到柳英同志被关押的地点，一旦找到，立刻向我汇报，我们会尽全力实施营救的。是。小刘，周老板起来了吗？啊，还没起来呢。我估计他昨天晚上睡得很晚。他怎么了？他好像，哎，有心事吧？那我去叫他。嗯。周老板不在屋里，留下了这个。不在屋里？啊。我去会岩壁球。是我。怎么是你？你怎么进来的？严兄，
南京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露，他的府上戒备可比你这里严多了，我还不是一样进去了？哎，这么说陈露是你杀的？兄弟这些年没长什么能耐，但是杀个人还不是难事。你来我这干什么？严兄，你的房间里实在是太暗了，咱们还是拉开窗帘说亮话吧。别动。为什么？我不喜欢。以前严兄没这个习惯。我现在不喜欢我的房间太亮了。哦，房间太亮了你没有安全感是吧？别说那么多了，你来干什么？上一次见面的时候不是说好你愿意跟老东家合作的吗？你不够意思，没有实话实说。你是说昨晚的行动吧？情况突变，抓捕行动是临时决定的。我是说柳英。严兄，难道你不知道林红就是柳英吗？都是老同学，谁不知道你和柳英有一份特殊的情分，关系不一样啊。就是怕你一时冲动搅坏了全盘的计划。周兄还是对柳英一往情深呐。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我现在还是不相信他是共产党。你想想，柳英是一个天真浪漫的女孩子，怎么可能跟政治扯上关系？她是一个处处需要人保护的女孩子，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成了共产党的领导人了？周兄是深陷情网还是一厢情愿的以己度人呢？严兄，你确定他是共产党吗？青蛇计划你已经全部获取了，中共江南联络站的领导是鸳鸯，一男一女，扎富鼎身边就他这么一个女人，那你觉得柳英应该是个什么身份？我还是很难相信。可怜的周九啊，扎富鼎都已经交代了，柳英是货真价实的共产党，你就别再做梦了。周兄啊，不要太感情用事啊。如果他真是共产党，那感情就不是个事儿。此话怎讲？我不会在党国的利益面前宣儿女私情，党国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。好，兄弟佩服。周兄高风亮节，那么我们处决柳英你不会反对吧？你们要处决柳英？是啊，如果他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，如果他死硬着不开口，日本人可没耐心陪着他玩了，按照惯例常理应该尽快处决。你可以把它交给我吗？交给你们？交给你不是不可以，只不过不太容易做这事儿。你也知道丢了要犯我是要掉脑袋的，转交给你们太不容易了，况且我们要它也没有什么实际作用。不过周兄说话不无道理啊，据我观测柳英应该不是共产党吧。嗯，我也这么觉得。你希望他是还是不是啊？我当然希望不是。不是就可以再续前缘了吧？那倒不至于，至少他不会死在日本人手里。扎富鼎已经招供了，我们在苏州抓了些共产党，他是不是我没来得及细审，
不过我会尽快给周兄一个满意的答复，以了却周兄心中的忧虑，如何？感谢。那我怎么联系你啊？就不劳严兄费心了，我会联络你。<笑>我知道，我身边却是军统的眼线，我做什么，周兄自然会知道。还有什么事儿？没事了。 那我就恭候严兄的消息。好，告辞。不送。周九啊，周九，这一次你可怎么着臭脸？ 柳英的被捕让你乱了分寸，足可以见这个女人在你心里的位置。不管柳英是不是共产党，我都不会让你们再见面。周九，你这样做是非常错误的。你单独一个人去找严碧秋，你知道有多危险吗？她的住处周围可都是特务。 万一你要有什么意外，你让我怎么向上峰交代？你冷静一点，我接受你的批评。我承认，去找严碧球是有些冲动，我承认这个错误。那以后这样的事情坚决不能发生。啊，不会，我保证不会了啊。周九，我想问你。 你这么急着去见严碧球，到底是为什么？其实，我就是很单纯的想再探听一下扎福鼎的状况。探听到什么了？扎福鼎招了，严碧球也抓了一批人。扎福鼎招了？嗯。那这么说，他真的是共产党？嗯。这个人的身份够复杂的呀，这么快就招了。 他这个共党的头目，骨头够软的呀。林红同志被捕了，我们需要得到确切的消息，以便组织营救，而且越快越好。金组织放心，我会马上行动，尽快搞到确切的消息。好。 大一点，是。快，老三，何院少佐好，何院少佐好，就等您来了，我们已经准备好审讯了。爷，对于你的审讯技巧，我一定很感兴趣。啊，今天你来审，我在里面看着。不是说好您亲自审吗？我向你学习，不好吗？好啊，那属下就提第一脚。 可以开始了。去，把东西再押过来。是。不知道啊？难道是咱们审的差不多了，他再出来，显得他有本事？ 不能吧，我都审不出来，他就更审不出来了。真弄不懂日本人脑子里转的是什么念头。哎呀，使点劲儿。龙喜三，跟我走一趟吧。是你们印局长要见我吧？是，没错。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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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我们，请。。我的情况他最了解，他怎么能回避呢？你是谁呀？连我都不认识，看来您在苏州地界上白混了。这位是我们保卫局特务大队大队长严碧球。哦，是严队长啊！久闻大名，只是未曾谋面。不过严队长，我们青龙帮没少给特务队上供啊，当然了，那都是我手下准备的，还轮不到我亲自上门。别说那么多没用的，龙老板，请吧。请，龙老板。干什么？你上去吧，你坐下。龙老板，我这个人不喜欢啰嗦，说说你们组织的事儿。组织？青龙帮啊。好啊，说吧。扎福鼎已经招供了，你们是不是给扎福鼎传递过情报？扎福鼎？扎福鼎是谁啊？别跟我装。装什么呀，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扎福鼎是谁。我再问一遍，你们有没有给扎福鼎传递过情报？我连这扎福鼎是谁都不知道，这传递情报从何说起啊？看来龙老板不光不认识我，就连特务队吃哪碗饭的都不知道吧？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扎福鼎是谁。坐下。严队长，你都问我四遍，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扎福鼎是何许人也。也许我的手下跟这个人打过交道，那让我去问问我的手下。又来一个演戏的，老子今天没心情看戏。扎福鼎你是不认识，那老虎凳应该知道吧？走路，走，下了老虎凳。绑了。是，赶。过来，你们敢动我动心吗？你们局长对我都是客客气气，你们这小喽啰竟敢如此放肆！跟我摆臭架，今天我让你知道谁是这儿的老大。家，家，娘的，别让我出去，出去之后我收拾你们！严队长，不能在家了。在家就容易出事了，万一咱们说的不对，小心上面没法交代啊。区一个青龙帮，我怕他？别把我惹急了，惹急了我照样灭他。龙老板，这回知道扎福鼎是谁了吧？我真的不知道扎福鼎是谁呀。看样子他不像在撒谎，难道我被扎福鼎那小子给骗了吗？讨厌的，这个工程呢，讨厌的。侯爷少佐，不就是您是什么意思？龙喜在，有事。老虎凳，加高。不能再加了。在家恐怕我就是要看看攻占的腿能经得起几寸老虎的啊。加高。是。别加了。啊，侯爷少佐，他已经晕过去了。
既然他说不认识扎福鼎，那我们就让他们见个面，把扎福鼎带过来。是。来人呐！在。把扎福鼎带过来。是。走。等等，行。龙爷，怎么打得比我还惨呢？啊？院长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别提了，一言难尽呢。我也是让他们给抓来的，让我啊来好好劝劝您呢。劝我什么？龙爷，这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他们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，那不知道就胡编乱造不就行了吗？千万别拿身体跟他们对抗啊！可我确实不知道这个扎福鼎是谁呀、我就是。你就是。啊，你他娘不是鱼儿斗吗？我是鱼儿斗啊，可我跟他们说他们不信呢，非得说我是扎福鼎，都把我打成这个德行了，我再不说命就没了。这年头姓什么不重要，能把命保下来才重要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扎福鼎到底是个什么人呢？共产党。共产党啊，咱们要找共产党，我哪知道共产党的事儿啊？龙爷啊，就是因为您对我的大恩大德，所以我才答应他们过来劝劝你的。你要是听我一句话，这什么事儿都好说，行不行？他们日本人不是想抓共产党的组织吗？你就把平日里头有过节的那些人全都给他供出来。然后日本人不是把他们给抓了，把您给放了吗？你的仇也报了，这不是一举多得吗？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啊？我现在才算明白。哎，现在还不晚。原来你就是这么把我给出卖的，你个王八蛋！这是什么话呀？我过来是帮你的。说不定你哪个小弟受不了酷刑，就把你给招出来了。我穿呀！我看您还是谢谢吧，龙爷。怎么样了？你们谈的怎么样了？非常愉快，他同意了。很好。来人，来来，把扎福鼎押下去。是。走，你同意合作了，很好，给他送饭，把笔和剑拿来。是。你给我听好了，把你们组织的人写在上面，一个也不许落下，明白？来，行。老冯同志，情报搞到了，眼下林红同志和那个叫扎福鼎的被关押在保卫局监狱，他们两位属于要犯，日本人河原少佐亲自审讯，看守极为严密，要想从监狱营救，目前看来是没有可能的。他们为什么要抓扎福鼎啊？内部情报说是破坏了共产党的江南情报联络站。坏了，日本人一定是弄错了。怎么了？他们一定是把林红和扎福鼎当成江南联络站的那对鸳鸯了。那个叫扎福鼎的到底是什么人啊？扎福鼎的身份目前还没有确认，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江南联络站的人。
林红一旦被日本人当成江南联络站的人，他恐怕是凶多吉少了。那怎么办啊？现在只能想想其他的办法了。快写。写完了。队长，您看，源头，准备一下，我们连夜捉人。何院长坐，这上面人太多了，我们特务队人手不够，要不再斟酌一下，研究研究。斟酌什么？研究好了，人都跑光了。你们中国人讲兵贵，兵贵神速。神速，你人手不够，先兵队配合。是。何员少佐慢走。哎，你看，啊，有没有不对头的地方？哎，没什么不对啊，这上面写的都是黑道的人，那黑道的人都是共产党了，那苏州城还是日本人的天下吗？哦。那你看，你知道你怎么不和何元少佐说呀？我凭什么跟他说？他自己不是有本事吗？那就让他玩呗，看看他怎么收场。非得让他栽几个跟头，要不怎么让他知道咱是吃几碗干饭？走吧，抓人去，把他带回去。是，行，来。起来！来来来，小心点，慢点，小心点，慢点，来来来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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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哎，哎，龙爷，慢点，来，慢点，龙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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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们胆子也太大了，居然把您弄成这样，怎么打成这样？怎么打成这样？这帮混蛋，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只要我活着出去，是也是给我抓住了鱼儿头。鱼儿头，鱼儿头，鱼儿头！我把我的财产的一半都给他。容易，难道是鱼儿头害了您？我要抓住他，我要把他碎尸万段。放心吧，放心吧，对，碎尸万段，碎尸万段，灭亡吧！我碎尸万段，放心吧，我就不信了。龙爷，你信了？龙爷，大家都记住了，是我们记住，放心吧，记住。昨夜抓那些人，我连夜都已经审过了，他们异口同声说不是共产党，一个都没招。他们说不光自己不是，连祖宗八辈都不是。那你都抓了些什么人来？我们抓了些苏州黑道上的。你们怎么搞的？
把黑道的人抓来干什么？不是我们要抓的，是河源少佐非让我们抓。你也知道，我们在日本人那儿只不过是个碎催而已。这个河源真是太刚愎自用了。哎，局座，现在关键的问题是牢房不够用了。局座，这么多人怎么办呢？还能怎么办？放人。那放人，河源少佐那儿我们怎么说呀？河源少佐那儿不用你管了，由我去说。放我们放出去！放我们出去！放出人了！行了，别叫了。什么？我上当了。昨天晚上连端了几个帮会的老窝，我觉得这个选择是不明智的。也许黑道上有个别的共产党，但是如果说他们全都是共产党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其实这些人都是拥护皇军的，有的给皇军传递过情报，如果把他们都抓起来，我觉得对皇军没有什么好处。我的意思是把他们头目留下来先问一问，其他的人都放了吧。那好，就按你说的，放人。象征性的留下一两个人，把其他的人都放了。对了，另外别忘了，再送上几句好话，因为这些关系对我们将来还可能有用。去吧。是。何源这小子想玩转中国人这点事儿差远了，好好学着吧。严队长，我觉得你对何源少佐好像有点那个了。兄弟啊，哎，咱都是中国人，别藏着掖着。为日本人干活不就是混口饭吃吗？啊，对对对。可日本人呢，不把咱们当人看。严队长，你说的那都是哪些事儿啊？抓扎福鼎啊，他用咱们兄弟的命消耗扎福鼎的子弹，他也太狠了吧。他不把咱们当人看，咱们没必要拎着脑袋替他们卖命。我明白了，所以你是表面顺从，暗地里消极怠工，对吧？我早就在日本人那儿是身在曹营心在汉。还望老弟在你的老板那儿多解释解释。什么老板？怎么着？我的话你不明白吗？明白。我能不明白吗？别忘了，咱们都是自己人。对，都是自己人嘛。